神龟啊神龟，拜托拜托，您一定保佑我找到杀害我爹娘的凶手，好不好？拜托您了，神龟大人，如果能找到的话，我就每天给您送好吃的，好不好啊？求求您了，神龟大人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，一定要保佑我，一定要保佑我成功。您听到了吗，神龟大人？一定要保佑我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拜神龟啊。嘿，你要摸摸吗？如意，小叔叔，小侯爷，年轻，你怎么跟我侄子在一块儿啊？侄子，他是我已故大哥的孩子，叫如意，一直养在我母亲那儿，先前住在庙里，为我死去的父亲跟大哥祈福，昨日才回来。娘，这个乌龟好好玩啊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娘？我也不知少爷为何叫我娘。如意这孩子自小不爱与人亲近，就连我和兄长也难让他开口，今日一看倒是和你颇合眼缘，第一次见面就管你叫娘，看来某人的伪装还不算成功啊。阿正，你别乱说。你瞎说什么？如意，兄长，齐叔，娘，咱们一起玩乌龟好不好？娘。